今天，国家卫生健事件一级，一些接触者1700例，也积极采取措施。机场、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。患者张颖，男，36岁，4天前出现发热症状，并迅速转为呼吸衰竭，20号在德州住院，今天上午转入本院。从 CT 上看，患者肺部出现明显实变，这是典型细菌肺炎的表现，与新冠肺炎的磨玻璃影有较大的区别。动脉血气提示，患者氧合指数小于200，目前已经应用无创呼吸机，鉴于病情发展迅速，建议立刻转 ICU。我不同意，仅从 CT 上就能确定患者不是新冠吗？武汉的专家组可没有这么说，我建议立刻做核酸检测，并再次追问患者近2周的流行病学史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时间节点。相关医护立刻采取3级防护，在没有完成检验之前，不能做气管插管、气管切开术等高风险操作。叶主任，患者目前生命垂危，现在不插管人就没了，你们 ICU 不接，这个手术我们自己做，不能为了一个患者让全医院的人冒险。应该转到传染科的单间病房，先排除新冠。岳主任说的对，也符合疫情防控的要求，转感染科等检测结果。哎，大夫，您就是请来会诊的专家吧？你可一定救救我儿子！救救我儿子！你们是张勇的家属？哎，对，我是他爹。他有没有去过武汉？什么意思？我说他最近有没有去过武汉或者湖北的其他地方？没。是确认没有，还是没办法确认？他的密切接触者。也就是亲戚朋友，有没有最近去过湖北，特别是武汉的？这哪说得准？这我儿子一直是在北京工作，这不刚回来第二天就发烧了。可是我们两口子肯定是没去过武汉。哎，小周，带他们去核酸检测。哦，好的。戴口罩。这啥情况呀？等，说。我儿子得病，你检查我们两口子干什么？医院想挣钱也不是这么个干法。不是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是不是个大夫？你会不会看病？大叔，您先别激动，听我给你解释。给你们二位做核酸检测是为了确诊张勇的病，按国家的规定不收取任何费用的。那怎么检测？那边我给你介绍。美少女战士完成任务。同样也是两个原因都有，一个呢就是说，对这个新的疾病的话，各地的试剂啊，各方面呢，它有点不一样。所以在一开始的话，岳主任，呼吸科请您会诊的那位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核酸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都是阴性，您看，让他们转过来吗？转。
抢救方案我刚做好，发到群里了。病人还是需要单独隔离，参与抢救的人员也要注意自身防护。好，呼吸14每分，心跳30/20，患者心脏骤停，马上进行胸外按压。马上准备呼吸兴奋剂，克拉明0.375入壶。收到。入壶完毕。患者出血抽搐。马上准备除颤。收到。200焦耳除颤一次。病人目前心脏已经复律，但呼吸仍处于衰竭状态，大家准备插管上呼吸机。收到。麻醉喉镜。吸痰。启动呼吸机。听说你熬了一宿才把我儿子救回来，真是，你这可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，是太谢谢谢谢你。这里不是休息的地方，保安没告诉你们吗？告诉了，可你说这儿子在里边抢救呢，那我们心里放不下。是啊。你是主任，你行行好跟说句话，让我们进去看看儿子。ICU 探视有严格的规定，请你们自己好好看看。可是我。喂，星燕，张英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你去 ICU 门口劝劝他的父母，岁数都不小了，来回这么折腾，抵抗力会下降，总在医院待着会交叉感染，最好让他们赶紧找个地方住下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。一开始怕麻烦， ICU 根本就不接，他怀疑人家是新冠，把人家往感染科里推，结果最后甩锅不成，听说他亲自上阵28小时，他还把病人家属骂够呛，我看就是人格分裂，哪有人这么怪啊？就是。说谁呢 ？ICU 的岳主任呗。哎，对了，周姐，我听说他还有个什么外号，什么怕双脑一啪啪，啥意思啊？对，好奇啊。啊，这外号呢，就是形容他对人情很冷漠，对病情很冷静，最怕的就是麻烦。嗨。他听着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外号好玩。那是因为起外号的人特别幽默，特别是这一啪啪多可爱。周姐，这外号谁起的？我呀。啊？别人给我老公起外号，我能乐意吗？啊。其实开会的时候我就在呢，岳主任压根儿就没有甩锅，他只是在最冷静的情况下，做出最优解。说他为人冷漠，这一点我承认，还有人说他是一座冰山呢。不过骂病患的家属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哎，你们听谁说的呀？他亲自上阵抢救28个小时，这要是连续工作28个小时，还能冷静地面对病情吗？都是医务工作者啊，别说什么都信。小赵，嗯，过来一下。哦，好的。你们还在实习期，好好的努力工作，别老在背后议论别人。我刚从院办回来，知道你啊第一个报了名，很是欣慰。不能给呼吸科丢人呀。跟鲁队主任说了吗？嗯，还没来得及。这事儿啊，一定要跟他好好商量。参加援鄂医疗队。必须得到家里人的支持。您放心，我们家肯定没问题。您不会是怕我影响科里的工作，不想让我去吧？
我当然希望你参加了，到了那儿你还能配合我呢。你也要去武汉？我是呼吸科的主任，责无旁贷。呦呦呦呦呦，太帅了，这也这皮大衣谁给你买的呀？啊，我老婆。老婆买的？怪不得。那见了老婆大人是不是应该热情点啊？比如抱抱。这医院要抱回家抱。医院怎么了？我是你老婆，你还害臊啊？哪看见？怎么话？我报名联合医疗队了。你觉得很意外吗？我是预备党员，咱们院的先进工作者，我肯定要积极的。一共就十几个名额，你报了名也不一定能选上。你要是支持我，肯定他们就会选上我呀。而且马主任也负责订名单，我还得协助他呢。马主任也去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吃饭，我爸我妈也在。你先不要提这事儿，我怕他们担心。都到点儿了，今天都到点儿了。看这女婿多孝顺呀！是啊，明天就是大年三十，鲁冰又值班，干脆咱们就提前过年吧。好，来来来，爸拍一个，来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老也撞一下，来也撞一下，过年好，来过年好。一会儿再喝。照相。啊。快快快来，照相了啊！看这，一二三，茄子。您半天了，坐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院长，过年好。哦，对，这天是除夕。哎呦我天，专门来给我拜年啊？还送礼呢。这什么呀？您看看。武汉爆发肺炎疫情以来，我每天坚持学习3个小时以上。所有专家的观点，包括典型病例，我都研究过，所以呢，给您送的礼就是我自己。什么意思？太我冤枉吧？你早干嘛呢？这动员令已经发出去3天了，党委会已经定下了援鄂名单，你去顶替谁？马主任。他老伴儿去年突发脑溢血，现在半身不遂，需要有人照顾。这事我能不知道？可是没办法，他是呼吸科的专家，又是主任。我参加工作17年，在呼吸科14年，当了7年的副主任，而且我还有3年 ICU 经验。抢救病人是个体力活，马主任是女同志，岁数大，血糖高，明显我比她更合适，选我是在冷静思考下的最优解。我怎么听着？你在给我指导工作？不敢。我早没报名，是一直在准备材料。听说你还有个外号，叫什么来着？双冷一胖。对嘛？说你不懂人情世故，怎么突然关心起马主任了？这我还真没想到。您批准了？谁批准的？我跟你说啊，院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。鉴于疫情非常严峻，我不可能把两口子同时送到前线去。
那就别让小周去了。这是你来的真正目的吧？领导怎么理解都行，但去武汉，我比他更合适。这个小周啊，人家是第一个报的名，我们还准备树立为先进典型呢。援鄂医疗队的使命是从死神手里抢回更多危重病人，跟这个比起来，树谁当典型不重要。您刚才也说了，参加医疗队就是上前线。我比周新燕大13岁，如果一定在我们两个之间二选一的话，应该选我。哎，星燕，小刚，你拉着箱子干嘛呀？这是援鄂医疗队不是今天出发吗？我提前都给收拾好。啊，给岳主任准备的。不是，我自己的。云南出来了没你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突然就叫你去了呢？需要吧，武汉危重病人很多 ，ICU 总要出人啊。那你去跟领导说一下，让我跟你一起去。名单都已经公布了，你要服从组织安排。你去跟组织申请，说你出过车祸，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腿就特别疼，需要人照顾。车祸都是10年前的事儿了，偶尔阴天下雨腿有点反应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怎么没有啊？你为啥还不好呢？你吃的不合适了就上吐下泻的，我去了可以照顾你，可以当你的生活助理。胡闹！我就想跟你一起去。我是去打仗，你以为度蜜月呢？这个病毒很厉害，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它的传染性有多强。你这样咋咋呼呼的去了，没帮上患者，自己感染了怎么办？不许你质疑我的专业。咱俩在一个科室工作多少年了？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呼吸科护士？你说啊。所以呀，咱们医院也需要你啊。万一疫情扩散了，哪儿都有可能有病人，到那时候你自己一定要小心，光靠热情消灭不了病毒。真是倔死了你。回家收拾东西吧，11点半就出发了。我就不回去了，这儿有2套换洗衣服就够了。11点半李主任来接班，现在我是工作时间。别呀，你不回去看看女儿啊？受不了孩子哭。那咱妈呢？你也不回去打个招呼，我怎么交代？妈也激动，她老人家掉眼泪我更受不了。这样，等我走以后呢，你帮我好好安慰安慰他。记住，最重要的是要叮嘱他按时吃药，啊。他到了那边就是远远的指挥，不会接触病人，所以也不会有危险的。你也别哄我，他不就是个主任吗？人家钟南山院士不还亲自上去救病人了吗？是。是妈，好了，别叫了，叫得我心慌。我儿子是学医的，现在国家需要，我能理解啊。你快点把水烧开了，我怎么也得让儿子今天吃到大年初一的饺子。哎，好，我去烧水。啊。鲁斌啊，谢谢你替了我。17年前，您把我护在身后，17年后，我带您出征，应该的。老伴儿打电话呀，感动得直哭。
跟徐老师说，让他好好养病，等我一回来就去看他啊。好，谢谢院长。我应该谢谢你，省里对我们的安抚非常满意。我知道你到了那边会冲到最前面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好的，走吧，保重，走吧。好嘞，你放心。岳鲁冰，行李我给你装好了。秋衣秋裤内裤袜子一样给你带了七套，你可以换着穿。还有胃药，给你带了三个月的，不舒服了就一定要吃上。还有暖宝宝，带了三袋。阴天的时候你得提前贴上。还有那个充电的热水袋。到时候我给你发信息吧，提前充好电。啊。我来帮你发。好，谢谢啊。妈来给你包的饺子，还热着呢。妈，她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放心吧。特别通情达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那个医生，哎，你这那么多人呢，你这也太不低调了吧？啊？不过。宝宝，我自己老公呢？好了好了啊，我该走了。你说你爱我。哎哎，那么多人等着呢，这我不合适吗？爱我。好了，该走了，听话。啊。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1月25日0至24时，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323例，新增死亡病例13例。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，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9家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均已人满为患，住院床位紧张，物资设备短缺，医护人员不足等严峻形势令人揪心。给他打强心针。来吧。注意他的心率血压，你跟我来。怎么样？不行，越来越严重，呼吸困难。准备气筒。收到。哎，余主任，我以为交班的人怎么不让了？刚才我护目镜完全花了，啥都看不清楚，而且口罩的使用时限也到了，我去换了一身装备。不过您再不走，班车来不及了。没事，我走着回去。来，期待，快快快点进去。刚一到就接收了40多个病人，那忙得过来吗？还行，我们把一个科室啊分成2个区，危重病人单独救治，就像一个小的 ICU。我主要负责这个区。现在啊，主要的困难还是医疗设备和防护物品不太充足。啊，我听说了。咱们院准备调配物资支援武汉，我觉得是个好机会，我想申请跟物资一起去。哎，不许来。为什么呀？
我去了可以照顾你。胃病都犯了，再过几天严重怎么办？我这不是带着药了吗？刚才吃了，很快就会好啊。哎，再有啊，别老跟同事打听我的情况，让人笑话。行了，我得睡觉了，今天是夜班。等一下，我爱你。医院的通勤车呢？走了。那下一班什么时候？刚才是最后一班。那您能帮我叫一个出租车吗？行，但不能保证叫得到。中午叫车就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晚上估计更久。那算了，谢谢啊。去医院是吧？啊，上车吧，我送你。那，谢谢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东西有点多，我后面给你收拾一下，等一下啊。稍微等一下啊。啊。不，你这不合适吧？哎呀，东西稍微有点多。我看您也不是特别胖，上车挤挤算了。我还是走吧。哎哎哎！我刚才主要是看您这腿脚不方便。我腿没问题啊。啊，是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。主要是离医院2.7公里太远了，这天又不好，万一下雨再把你冻着。疫情现在那么严重，你感冒发烧不合算，挤挤算了。那行。是，小心点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您注意点啊！我还是不放心你的身体，我想立刻申请去武汉照顾你。没事，您就那么听就行了啊，放开来听，我听不见。不要，别来。嗯。谢谢啊。2.7公里，给你20块钱不算少了吧？哎，你说你囤了这么多东西，你有没有想过别人怎么办啊？啊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啊，勤消毒。
再量深一点，没问题。谢谢。加油。准备好了，好，来吧。老人家，我是岳鲁冰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哎，就是啊，呼吸困难啊。岳大夫啊。我还得谢谢你啊，昨天啊，你给我洗痰了。不用，应该的。今天我准备啊，给您上呼吸机。啊？上呼吸机。呼吸机？嗯。哎哎，那不行不行，哎呀。为什么呀？不行，我老伴儿要是看见了。他会害怕的，主任，你吓着他了。刘爷爷的老伴是姚秀荣，在普通病区。哦，你现在就把我送到普通病房，跟他一块儿，行不？不行。啊？您现在是病人，要冷静地面对自己的病情，不上呼吸机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昨天一天了，我都没见着他。今天再看不见他，他就会着急的，那就有危险的。哎呀，这几十年了，我和老妹儿一直都是每天晚上手拉着手。一块睡，早上一块起。哎，哎，岳大夫，嗯，我看见你们这儿的床位不是也挺紧张吗？啊，那正好啊，我腾出来，你把我送到普通病房。哎。跟他一块儿，行不？不行，还是不行。啊，不行，那好吧，那我也不治了。啊？好坏随他去了。这是奇迹，两位老人都睡着了。注意观察血压，指标要是下去了，立刻通知值班医生。又没赶上通勤车吧？上车吧，我送你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上车吧，顺路。谢谢啊。
别在医院黑车了，尤其是在医院附近，危险。不是我。哎，院长，哎，你好。听说你胃病又犯了，严重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已经吃过药了。您有事儿？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，省里要求我们派遣第二支援鄂医疗队，你们家小周啊，又第一个报了名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别让他来。那个院长，我们家有实际困难。我妈身体不好，孩子又小，请您考虑考虑。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有了你明确的态度，我这就好办了。注意，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啊，行，挂了。哎，好，再见，院长。行了，你都听见了。院长，您不能听他的。不听他的，听谁的呀？他在抗疫的最前线，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准，赢得了当地医护人员的尊重，为医院争了光。作为医院领导，我应不应该帮他解决后顾之忧啊？听我的，留下来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。我们家最需要照顾的就是他，他肠胃一直不好，对葱姜还有很多食物都不耐受，这才去几天呀就病了。要是倒在前线怎么办？如果他的身体真挺不住，我马上可以把他调回来。我们派去的是医疗队，我不可能派你去专门照顾你的老公，是不是？院长，我可以保证，绝不耽误工作，只是顺便照顾他。我就想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。我答应过卢斌，他上去了就不能再派你上去，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吧？知道了，我乖乖的听话，在家里做你的贤内助。嗯。还有件事儿，我想了一下，以后咱们俩还是别视频了。一是每次视频完之后，孩子就老哭，半天才能哄好；二是。多留点时间，你好好休息吧。照片不能少。疫情爆发后，全国各地纷纷向湖北伸出援手，医务人员和各类物资迅速向湖北集结。344支国家医疗队共42322名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抵达湖北，全力投入一线抗疫工作。众多企业加班加点开足马力，以确保防疫医疗物资供应充足。时间静下来，加油！
吉田。叶主任，今天28号床出院，您看要不要去送一送？岳主任，笑什么？早就听说过您的绰号“双冷一怕”，这其中一冷就是对人情冷。不过岳主任，这个28号床是您亲手救过来的，病人特别希望见到您。那行吧。祝贺你。新冠病毒害死了我一家四口，我以为自己也活不成。是岳主任，岳医生，你把我从鬼门关里救了出来。坚守人民的幸福，这苦这路，坚守人民的幸福。